他是最近一位很火的演员，凭借《延禧攻略》这部电视剧就火得一塌糊涂，有无数的人都因为这部作品而粉上了他。吴谨言在剧中扮演的是女主魏璎珞，有很多网友称她是史上最强的女主了。确实，她在剧里面的性格很泼辣，别人要是对她使坏，她也会全部还回去。而且这种遇神杀神、遇佛杀佛的开挂技能也让观众们看得很爽。虽然魏璎珞的演技并不是很出众，但因为这个角色的设定真的很讨喜，她还是红了。现实中的吴谨言是个穿搭个性风格多变的小姐姐，留着刘海的她也有不一样的魅力哦。吴谨言穿太奶奶的袄子，她身上外穿的绿色袄子也实在是太惹眼了，风格很复古，像太奶奶穿的，她里面又搭配一件纯黑色上衣，这两种颜色还是差的挺多的，所以外搭的背心就显得很突出了。吴谨言里面穿的衣服为中领款式，还增加小小的字母印花，多出一丝丝复古气息，却搭配出了很潮的感觉。她的发型也十分惹眼，这种狗毛头刘海还真没几个人能驾驭。她的穿搭虽然过于个性，但是却意外成女神，却璎珞在戏里出不来了。现代装扮还是穿得像戏服，吴谨言在脱下袄子之后又是另一种风格，气场没那么强，但是更清新甜美。她下半身搭配的裙子也很有设计感，黑色蕾丝有透视效果，散发出不经意的妩媚感，这么穿的她好美。吴谨言这次穿的是一款衬衫裙，裙子还采用了很清新的蓝色布料设计而成，还增加条纹款式，更有文艺范，腰间再系上一件同款的衬衫，看着都觉得个性了许多。额前留点刘海，很显清纯，又能修饰脸型。吴谨言穿了一件白色衬衫，衣服的领口太有设计心机了，开那么宽，秀出精致的锁骨，肩部曲线十分迷人，再佩戴黑色颈链，增加美感和时尚气息。下半身搭配蓝色牛仔裤，还融入了简约风气息。